哎，没有什么风格能局限我，我坚信的总有一天会比彭于晏火啊。哎，让你感受红花会的阵势多强，听说晏哥在电影里扮演了一个混世魔王啊。哎，但是彭于晏的惊人的人气和成绩就像我的人生样板，但我说唱的能力能让所有 rapper 闻风丧胆。哇哦，你觉得你比彭于晏火，你有没有问过我？你知道彩排的时候，这个火花把我一万多的酷奇外套给烧坏了。那你比赛的时候还敢再战？因为比赛我穿的不是我自己的衣服呀。那烧坏了，你有跟车导？我必须跟车导说呀！我说，因为那个烧坏了，是因为我本来在是中间站着，我是没有事情的。然后那工作人员说，就有个工作人员就是弄这个东西，他说没事，你往那火下面站。这个东西是防火的，什么什么的，很安全，怎么怎么样，我就傻了吧唧就过去了。然后结果他一刺下来的时候，我就进脖子，我就啊好烫，我说算了就不站了。然后我回去之后，我一脱衣服，我发现外套后面全是洞，我那酷奇的外套上面全是洞，哇，我心疼的。这个也不是，这个也是节目组准备的，我现在很热。你也脱掉了？穿着有范儿吗？穿着有范儿吗？